地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目前全国接种人数稳步提升。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扩展。今年中国电影市场迎来了开门红，春节档首日，中国电影票房超17.36亿，观影人次超3451万，刷新单日观影总人次纪录。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停办线下聚集性商业活动，暂停开放影剧院、游泳馆等人员聚集。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凛冽的寒冬，资本退潮、监管趋严、行业洗牌期的到来，影视行业该如何在目前的寒冬中寻找一些？全部做到演出，在这个基础上都更会算。对，再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现在开始。这是一场让14亿甲方都满意的晚会。哦，二位导演听完这个评价之后觉得如何？那太好了，因为金杯银杯不如观众的口碑，这是我们电影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我觉得让观众满意，让人民满意，这是最重要的。抓紧时间回去休息，睡个好觉。好，谢谢二位导演。从来没有拍过这个类型，对我来说这个是最主要的，我的新鲜感。当然其次就是这严格意义上也算个群像戏，争取把每个人都塑造好，这是很要一个功力的，也是对我们导演功课的一个考试吧。全程冰天雪地的戏不是我第一次拍，冰天雪地的迭代中国电影还几乎没有，其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要拍一个独特的一个谍战片，一个城市片，要有那种肃杀的氛围，所以就是要记住什么，记住人物，记住故事，记住风趣，观影经验常见的东西。我不希望拍的跟大家一样，100个方案都被用过。对，你这个撞车为什么跟100个撞车不一样？你这个摆脱为什么跟100个摆脱都不一样？这是最难的。还有就是极端冷和极端热，我只能做到极端冷的氛围，演员把这个极端热给他摆出来，就是人物本身的那个内心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核心，是这个电影的核心，外部人物。
切换的时间还是有点短。像吴桐他们对这个刺死的动作应该强化，希望能多刺激一些。解说差不多了，再介绍上场谢幕，就是从这一场开始，有一个无形代价的残酷。我觉得他们是在刀尖上走路的人，几个人的出生入死都很感人，在观众基本上是有强大共鸣的。这个取材于当时一个历史真实的一个现状，他努力做的真实生命的那种两难境地下，他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因为你的任务非常有分量和伟大，无论如何，牺牲是要让我们动容的。共通的人性，共通的喜怒哀乐，其实是你打通代沟最重要的一个手法。整个你我双方的台词都要是说的那个话，还要有潜台词。咱们目的就把俘虏带走，千里送单挺很难的。他要揭露你反人类罪行吗？救人、救组织、救战略，它是一体的。那个年代的人，那真的是一腔热血，所有的棋子都是不应该草率对待。张导，我们爱你。那三四五六这一部分都在二里，那种哈气啊，那种味道啊，我们把最好的东西肯定搁在东北。我们这个主场景是一两个月要给我们空出来，所以我们大对，无论如何他也在五月份左右要开始。电影的这个城市有一个主要体验的大概是共旧感。你们重点这个重点的铅灰色、青灰色的调子，乳黄色和乳白色的灯光，整体是这样的。当你创造出来像二零四七这样的节目，像某一个电影，如果得到大家的反馈，大家说很不错，喜欢，那你就觉得很高兴。你真正的作品在人的心目中，如果能存活的时间长，你会觉得你的工作有价值。我喜欢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呢是有创造性，享受工作，也享受在工作中的团队共同去努力实现一个目标的那团队精神。说我完全是一个狂人式的意志的工作，因为我享受这个过程。那这也是你的现状，也可能是你的未来。对，我估计就到老都这样了吧，一直到干到你大家不需要你，你也就干不动了。总导演张艺谋。线索清晰，其实适合做调度的。剪刀臂的车，对吧？对对对，就基本上非常小钱，就是在演员活动区域都没有。这些人脸上都有戏，我们就集中拍他们的脸，我都是中镜跟着你走。饱满的东西是一个风格，很写实。那些对这些这种写实的还好，就是我做了一些不同的那个夜团的开场，包括它的重量感、它的漂浮感。落在演员的身上，你的质感都还行。有两个是刮着树的，还有两个是从树缝中间没有刮的。这样的纸箱子往下落的时候呢，就有点像上次导演你说的那个，我们弄一米波罗板，稍微的带一点点阻力。这还挺好，行，就这个方法。东西方交流贡献荣耀，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全国导演张艺谋先生。好，今天我们要放映的
是今年东西方文化交流贡献奖的获奖者张艺谋导演处女作1988年的《红高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艺谋导演。见你一面好难。第一部处女作还是有一种精气神，有一种冲劲儿，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样一种张扬。自己看自己过去的处女作，你不是在欣赏，你会想你当年为什么这么拍，当年你的那个精神，你的那个气质和你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东西，你是不是今天还有？希望大家喜欢这部电影，谢谢你们。好，谢谢张艺谋导演。两个多小时了，真不容易。我觉得热爱电影，并且你看导演全是年轻人，热爱电影，全是90后导演。我听刚才他们告诉我说凌晨就有人来排队，很感动，这么多年轻人，我相信你们也都是被电影这个魔法所吸引吧，大家爱电影，我们就投身于它的这个世界当中。那今年年底我准备拍叫《悬崖之上》，也是一个新的，是一个谍战，我很希望拍出真正的冰天雪地的那种冬季那种感觉，这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演员也很好，故事有很大的悬疑感，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觉得我也不装大师，就是还是希望这样子保持心态的年轻。好电影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儿，你心目中的一个标准，拍电影越多其实觉着好电影越来越难拍。我知道今天我还是不断的像年轻人一样说，我下一部电影是不是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好电影？好，导演，好，好，中，谢谢。今天车停在这儿，对对对，换停车那么跟着车，这边和这边都是透的，都是透的。那个喷血机就喷你，给你就是给你落满，就所有的突出的点和这个凹凸全都落，你的线条和你身子。那个山头上过来的哦，现场40年电影第一次，第一次导演一个人行到现场，他那人就这样走过来一点，完了之后再一个这个飞机，你跑你收音了，对你存折，这原始计划就是要过到这个地方，对，就是入进去，专门入进去做。所有发生的人物、时代、环境、关系，以及道具、服装、场景，都是要拉合理。因为这个比较开特点，大家记住。一开始，对着他，反对一下。这个你张一阳太熟了，没有这个没有，罗威老师好啊。初次见面。能不能来？这是好久好久啊！这是吃完了，我吃完了，我向我们好。给介绍那个，是我们那个万听的合作过，我来，我您就说。商量，快下学吧。不行啊，就像机器人那个。胖胖胖，他小心。这个戴亮中说话真是，你说什么？啊，开始吧。一定要，我一定要好好的。叫你别围上东西啊，发热呢，你别人别动它。我觉得点点边上的毛，我觉得薄，薄了啊，那回再加。里面它里面也这个里面要穿那个。小明好吗？没有，听不清是吗？这个帽子好看，拍出来。啊？你刚拍了吗？啊，我10公分跑都没事。10公分跑。老棒了，最近就是大王第一不是活动，活动的男演员里头，我跟大王可能是活动40岁多，嗯，啊，对，四五部，四
但是现在的火，你知道吧？现在就这种，就这种有个性、有演技，但是你看，早上有好报吧？行，好，嗯。明天看完之后，声音都方便，都方便。对，不是后半夜，前半夜。前半夜就应该挺可以，没关系。我们还行。先看整个流。这个明天看了就交了。对对对，对吧？就弄得好好的，嗯，都不怕熬夜，醉就完。好。三点半了。三点半，在我来说是常态，一天四季的常态，生物钟就这样。所以劳碌命，我们给自己打工，给命运打工。今天大概也将近两年，今天终于开机了，在学校。我也是第一次拍这样一部电影，全程冰天雪地，全程下雪，一个很酷的电影和一个很酷的谍战片。我们大概分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在雪乡东北，全部是外景。第二阶段是在山西，我们搭了那个中央大街。然后第三阶段棚里所有的内景戏我们就会转回北京。这个戏很辛苦，尤其在雪乡这一阶段，希望大家注意安全，注意保暖。再次感谢大家啊，大家辛苦，希望我们全力以赴拍一部好电影。好，谢谢。冰雪的这种严酷简洁的这种色彩构成，相对来说是比较单纯的，更加极致的一个感觉啊。每天在美景童话世界的这个感觉里边拍戏啊，每一个镜头我都希望是下雪，就是暴风雪不动。这个镜头是在那次是在雪乡，其实是一个挺简单的镜头，枪响以后树上那个雪飘下来，我看他亲自在那儿拍，等风等着光线，拍了很长时间。像这种戏其实好多我都觉得可能就副导演可能就拍了，但是他一直在那儿很认真的去拍。暴躁五分之一有一个，这个在中心区，包括他自己还爬到那个有一个铁架上，觉得真是挺钦佩他的，这么富有热情，还对电影有这么执着的爱，这都是不容易的事儿。好，锁定，等雪啊，雪大哥。再第二次，没事。冬天拍摄，尤其是低于30度的时候，给拍摄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你
你把手先暖和一会儿，来来，等一下，等一下拍。明月哥，导演都几个人跟您见？好一点。演到这儿。只要你带演员的腿，就用心血力，那种重力的感觉，那是特效做不了的。你这种空地，这样是演不出那个意思，完全不对。不真实，对吧？这电影就是要真实，这观众一看，这么厚的血就是真血。晚上回去把它化开了，然后晾干，第二天早上再做，要不然的话就会衣服就会特别沉。你看这些留下来的痕迹，全是在雪乡拍摄时的严谨。返场吗？能看到有些包重勒在这儿，血血有点影响供血啊。没事，不用紧张啊。刚刚给他含了两粒速效救心丸。虽然很难走，坚持走啊。收到。啊。因为那场戏要表现的其实还是要很冷酷的，我站在那个桥边一动不动，看着那个车沉到那个河底，但是身体在不听话，在里面就在动，自己往出给的气量，明白，可能会好，可以把它做出哈气来，但是你皮肤上被冰冷冻的鼻尖有点发红是做不出来的，你的感觉，你说话嘴的那个被冻完之后的那个发僵和迟缓是做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追求的东西是那种真实。好，实拍。这是做不了的。拍完了，我一问，零下40度。先穿上衣服，穿上点给他。凡是露在外面的都有可能冻伤。而且这场务的兄弟那手都冻白了。再来个男孩给他拿雪搓来。回来好多了，手指也不试着打点弯儿。而且萎缩了好多了。我看他右手这个缓过来了。好多了，好多了。打雪搓肯定还是就演的是一个尸体，然后尸体就不能动嘛，我也怕因为自己的一些小动作而影响到整个画面，所以就一直没动。不要拿热水，不要拿热的东西，拿血。这面、背面，这块，手指尖，看那只手有没有问题，手指尖，凡是发白的地方，拿血给它搓。他那个血搓，我不行。这只好多了，不是现在你感觉有知觉吗？有吧？他现在疼，对，那就我跟你说疼就是疼是好现象啊，疼。你松开，松开，给他憋坏了。小兄弟没事，你听手还是继续搓，手继续搓一搓，手继续。我知道，我就在那热，确实上不来，我知道你疼啊，咱们坚持住啊。大量纸，有暖宝吗？快，赶紧换上，不能让他再来，真的让他赶紧先。今天先休息，没顾上来，以为他不冷，因为那孩子直哆嗦，就看着。这个孩子没顾上来，好存，在这捅过。飞哥，你看他手变色了。哦，他发现好像浩存发现了，白了。我一看那色就不对了。从今天开始，所有演员都要给他们有暖手的东西。上午一开始穿的也很少，真的还挺冷的。整个这条腿，就你发现你想控制它的不要那么抖，都控制不住，上午无比剧了。先请他们起来，地下凉。对，先起来，给他们披上衣服。停！让他们赶紧去床里休息。我知道张导是对演员一直比较疼爱，导演发现以后就又给我们添加衣服，下午好多了。给我们穿了那个里外加绒的衣裳。就好很多，觉得组里对我们的照顾真的很暖和，就虽然说身上挺冷的，但是心里真的挺暖和。
重复过的不要，刚才拍过的那个味道不要了。17、20一个味道，避免新脚印的话，反正这儿还是多的。往右摇了，看看，不怎么带天啊啊！下来一下，往右边那，右边卡一点没关系。好看，画又可以不要这个画，主要靠画。再去一个人，两个人头尾拿红旗，这样转正，你再转一点。对你一蹲下来就要转。这是你们机器啊，啊，就走到这儿落伏。这追着你过来了，你看，走过望远镜，让你看里边静静的。他突然来一个旋风，他追着你过来了。你看，你摇过来了，他过来了。黑的那个背景，对对，看着。你先这样转，然后啪对着他。提子枪那种感觉，可能没有具体目标，因为其实很安静，肯定也不能砸你身上。可是你们俩肯定。屁股有个什么就倒下来，对吧？就这种意思，就拔呀下来，还一愣，把你一护，好，要拍了，低着挪过来，低着挪过来，上膛，再举，再举，别过来，别过来啊！所以就是从你看，从这儿蹲到这儿，咔一拔，咔，就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然后你过来以后。就这种，就要瞪着对方，再觉得没有动静，再拉枪，明白吧？他俩都在喊呢，哎，这是对的，使劲。你看影视剧也经常会看，明白吧？你不动，嗯一下，你知道，对吧？你得是这样子，一次，硬起来一下，知道吗？拱起来一下。拱起来，当然闭着眼睛的啊。倒的时候脸就侧一点点，知道吗？倒的时候脸就侧一点。帽子马上给他修一修，再整理一下。这个血口往后一点，就这个脑袋就进来了，进到血里，你这就这样，它是残酷的，你知道？你看，啊，挣扎，它才是对的，完全对的。你必须要卡在啥？嘣一下，往后，它那个是枪是有后坐力的，啪。后坐力很大，就砰震动，转过来砰一下，你看，好，记住啊，给他弄血高一点，好，这个才符合你这个人物，把每一下的挨打要演出来啊，这个反转，来预备，1、2、3吧，1、2、3的，1、2、3的，爹，爹。行，就这喘息很好。好，这个可以了。10分钟啊，发电车重新调一个。有的发气不是，我怎么了？从一秒钟到现在，有很多一直没有变过岗位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几乎是电影行业当中的精锐部队。1、2、3，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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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现在是五八哈，五八。我们用中长焦镜头是比较多一点，这里边很多是迷局嘛，就是你可能看不到全局，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导演他希望这些细小的感觉会作用到观众的一些心理的层面上，感觉幅度也会小一点，让他开始也稳一点，让他尽量保持那个最大幅度，因为今天又下雪，像一个那个跳伞的人的主观视线的这么一个感觉。来，一二三，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你们听到没有？注意安全。下边是一条河，然后结了一层很厚的冰，但是冰呢结的不够结实，是一层一层往上结上来，所以有的地方是会冒水。去录大雪里的森林里的环境，树林的风声，下雪的风声。气温太低了，室外温度都在零下20-23度，一个泵就为了让那水循环的泵全冻坏了，所以就导致这个蓄水池就全部结冰块了。900立方水，能把这一块冰倒一倒往外扔，6个人，3个人一锅，这个时间长了，你脚都受不了。我干一会儿，你出来换另外3个人。
个铲车的司机好心，本来想砸冰，但是不小心给划破，我们现在要把它补一下。今天下午3-4点钟开始造上雪了，两场雪把这个现场都铺上，然后呢能保证明天晚上拍摄。我们可以说这个电影的创作呢，就是说历尽艰难。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最新确诊病例406例，其中湖北给我很多惊喜，所以我对他也是充满了期待，自己也充满了好奇，都是大家辛苦得来的一个效果。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非常时期为这个电影付出的所有的努力。我不想拿大家的安全冒险，感觉导演就成了一个领导，导演要拍，大家因为看导演的面子，或者会对得起别人的对我作品，所以大家都来聚在一起，我就越来越觉得。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其实压力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大家的生命，大家的安全大于一切艺术，大于一切作品。我在跟大家见面之前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暂停，包括导演其实现在也是忍痛，就是他要牺牲他对整个这个片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做一个暂时的自我停顿。我们的损失是什么？假雪没有真雪效果好，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冬天还是没有，我们可能重启就是开春。因为当天大部队已经出发了，所以呢大家决定说我们至少把今晚拍完，今晚就是我们的暂时的停工的最后一天。到天亮还有4个小时，全剧组都是非常珍惜，因为就剩几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导演特别有精神头在那拍，我想陪他战斗到底。啊，今天是很不一样的一天，所以我们决定要陪着您在一起。这边有四个，然后这边再来两个，就是这是马甸，我们这样拍。停，看到没有，两个门都要进。第二个好。就第一条，这个好一点。好，导演。就海中第一条，我再看一遍。这个他是摇下那个玻璃看的。组织点，严哥积雪了。就这镜头，3月份、4月份来就拍不了。对，出不了这效果。好了，行了，你们这撤了，这节目完了。导演，这个是我们好，辛苦了，你们辛苦了，下回再来不知道啥时候，疫情结束以后再来。